Tommy， 喂，我系多士啊，仲有我爷青，今日嘅嘉宾咧系香港业余足球员 King Lock 郑景乐。Hello， 大家好，你都系 model 嚟嘅，听闻。诶，都系啦，仲咁尴尬，多啲新品咁咯。多士，你知唔知今集系我哋第三十集啦？已经啊，系咩？系啦，已经去到三十集，所以今日咧搵啲嘢玩下。咁咧，我哋会问阿嘉宾 King Lock 咧，一个小问题，就叫佢用三样嘢去形容佢自己嘅，就系譬如人哋一谂起呢个词语就会谂起你噶啦。咁你俾唔俾到三个呢啲词语我咧？我会话系第一样足球啦，咁我中意嘅嘢啦。咁然后第二样系电竞。哦，打机，打机系错误，好听啲嘅，系啦。咁第三样就会系电单车。哦，哇！你头先咪揸电单车嚟啊？系啊，哇，好型啊，真系啲真系遥不可及啊，好热噶。你咪要学电单车啊？谂住型下俾其他人睇。唔会，我学四个六啊，成喺度打电竞啊？你玩咩 game 咁样？我打英雄联盟。咦，都 hit 过啊！呢个都好啦 ，hit 咗好多年咯，系仲玩紧。哦，我以为你玩翻啲足球 game 先，你咁我唔会啊，我唔系好中意打 FIFA 嗰啲嘅，我中意踢真波咯。系，咁你踢足球系你好耐之前已经踢噶，中学嘅时候已经踢系嘛？哦，我数一数都系都成十八年啦，踢咗，即系如果计翻依家嘅话，十八年啦，几时开始踢噶？十二三岁咯，系即系中一二咁样，系中一二咯，玩过好多比赛噶啦，你话我已踢咗咁耐波，系啊系，哦系，基本上都参加过啦。踢过甲组噶嘛？你直情系啊，咁犀利嘅甲组脚，唔，甲组脚犀利定踢甲组犀利？Why not both？ OK， 点解冇佢继续 explore 嗰方面，即系可以做足球方面？哦，咁都系讲翻嗰阵系因为啱啱我踢。咁一路踢上去啦，咁踢到嗰陣係踢南華嘅，咁南華當時又踢咗一年啦，咁又叫我上去踢職業隊，即係一隊啦，所謂。咁當時係青年軍啦，你當我。咁嗰陣俾我嘅時候就咁啱，我適逢我考中六升中七，係啦，咁我就準備考 A level， 咁我覺得好似不如我讀冇啲書先啦，我對自己個學業又未有信心到啊，可以兼顧到一齊做，係啦。咁我始終都要翻學噶嘛，我唔能夠。如果我踢職業嘅，我就可能要退學，即係絕學，自己去考中開試。咁我覺得冇咁嘅信心咯。咁我覺得，唔緊要啦。我到時等我中七升到大學嘅時候，咁我時間多啲，我就可以踢職業啦嘛。我幾驚佢話佢係考 DS， 好彩講中六中七咧，叫拉翻近個距離嘅。我最尾嗰年，最尾嗰年中七。我是你的上一屆節目都是我會差不多不要下下每一次節目你都要拉平這個我覺得有那個親和感大家不是很遠 OK 好那講回先跟住中六冇即是reject了那個 offer 是的跟住就考試然後就升大學啦那後來有沒有接收回類似的 offer 呢後來那就真的我覺得不錯的因為當時中七的時候那踢學界決賽啦，當時咁啊，就喺決賽前嗰兩日就整親只腳，咁我整親位置就係我個腳趾公啦，左腳腳趾公啦，我左腳踢波嘅，咁啊嘅韌帶，咁啊你話呢個傷好嚴重又唔算，但係就會困擾住咯，咁由去到考曬試啦，咁我跟翻一隊操啦，即係當時係準備升大學啦，咁但係就狀態唔得咯，即係只腳係要會困擾咯，咁就。然后当时有球会有啲问题自己有咁啊，最后就冇再踢上去咯。有冇觉得好可惜呢即系会唔会而家谂翻？如果嗰阵时我有应承去踢嘅话，咁可能我而家就真系好辉煌咯，一个足球员咁样。又未到好辉煌嘅，我觉得都会谂嘅，即系嗰阵觉得，尤其是我谂大学嗰几年啊，谂得多啲咧就明明都系争好少啫，可能。即系争啲运气，觉得点解冇踢到咧咁？咁样真系都 keep 住谂，都唔开心嘅。咁但系到依家啦，过咗咁耐啦，咁觉得即系睇见咗香港足球嘅发展啦。咁然后又自己嘅发展啦，比较翻。咁其实冇嘅。咁可能我去咗踢波，书又读唔到，咁样即系路又唔同晒咯。U team 咪唔入 U team 踢波咁样？我唔系啊，嗰阵系要一定要入 U team。系因为当时我系用嗰啲。condition offer 哇！踢波踢到劲到咁样啊！你运动员计划，读书唔好啊，读书唔可以靠呢啲，唔好咁讲啦。运动员都可以读书好叻噶噃，咪 OK 嘅，正常咯，冇defer 咯。咁即系你其实可能好细个嘅时候已经系想做职业足球员噶啦，唔系噶，好细个个脑空噶，冇谂过嘢噶。
即其实我小个咧，俾屋企人滴咗去参加个麦当劳嗰个足球计划啦。跟住咧，我系喊到黐线啦，即系工人姐带我去啦。我话 I don't like, I don't like。跟住咧，我就要跌低啦，成日跌低啦，同埋成日都俾人踢亲只脚啦。我就劲憎足球，跟住咧永远叫我去。但系咧嗰阵时系第一二堂啦，但系佢要为期一个系啊一个成个暑假啊嘛，就因为好似行刑咁样咯，系劲唔开心，劲唔 enjoy 咁样。但你踢波就系好 enjoy 啦，每一次落场。哦，好 enjoy 啊，好 enjoy！ 因为我其实我好后期先踢啦，我谂，因为你先系师兄，你参加个麦当劳，我冇参加，想讲系啊，暴露年龄。咁啊，去到大啲咧，越大个就越珍惜啦。即系我觉得系有一踢就踢咯，依家个心态就系。咁我想问一个有啲 sad 嘅问题，如果而家俾你有得翻转头啦，真系踢到职业足球员，而你系养活到你一家人，养活到埋你自己，你会唔会奋身落去？定系你都会拣而家呢条路？我谂我会拣呢一条路嘅，因为啱啱讲过啦，香港足球就个风气就有啲争啲啦，咁样就算养活到，可能呢一刻或者近呢几年。因为好得意嘅，咁啊香港足球就好多嗰啲老细文化，我觉得唔知讲唔讲得出去啦。但系咁就好多时啲队其实好多上落啊，升升降降，即系你唔似人哋外国咁嘅规模，可能英超咁你基本上你十零队你都数得出个名嘅。咁但系可能香港你可能嚟嚟去都系杰志啊，嗰几队东方啊，嗰几队你会长期喺个职业联赛入边咯。咁上上落落嗰队就系可能，哎老细玩完即系嗰几年觉得玩唔到钱，咁就冇啦。咁其实你每年其实。好多球员我都几队嘅球员啦，又上究竟啊落返去踢业余啊，定还是做其他工啊，或者继续搵下其他队啊，即其实真係会超不保慢嘅。係啊，咁我觉得即接触过啦，咁知水平如何啦，咁我觉得唔紧要啦，即踢业余都系业余嘅开心嘅。咁除咗踢波，你仲有冇做其他运动咁样㗎？打机电竞啦。运动 ,ok, 电竞系运动。所以我用电竞呢个 term 囉。即 I mean 系啲出汗嘅运动好大嘅。出汗咩？如果你真系好消耗嘅。唔系我点解用电竞嘅 term 就因为我对呢个打机个心系当一个运动嚟讲。咁我就会用电竞嚟形容呢件事。ok。点样当佢一个运动呢？其实某程度同运动一样嘅。只不过系好有策略性。即其实都系训练。只不过你只不过坐喺个电脑度训练定埋自己出去训练。嗯。即嗰种入面嗰啲技术啊或者你个 mindset 啊思维嗰啲其实同运动系冇分别咯。不过好难讲嘅你哋冇玩开就好难。哦残酷二拣一咯打机足球。我咁捉下。咁系讲嘅。咁但即 I mean 系 ,ok, 唔打机嘅话仲有啲咩嗜好咁样呢哦嗜好啊。我有学下唱歌咁样咯。或者系嗰啲无关痛痒。不过我成日觉得我自己可能即细个嘅时候好多冇啊。文武嗰边冇啊，嗰边就好即系学咗好多啦。咁文嗰边咧，我又唔系咁中意嘅，即系我都中意嘅。但系可能细个真系哇，花太多时间喺嗰啲武嗰方面啦。咁我大咗想学啲文嘅嘢咯。例如咩文嘅嘢咧？即系我又学吉他啊，咁而家就冇吉他啦，就可以学唱歌咁哦，表演两嘴嚟听下咯。唔好啦，嘅劲尴尬个关系，即刻答一秒，净系答唔好啦，唔好啦咁样。睇书嗰啲都会唔会？我中意睇漫画，睇漫画系啊，讲漏咗添。漫画都代表到你系嘛？都好代表啊！我之前有呢个 stalk 过你，即系睇过你 Instagram 咧，即系好中意一套漫画，系《男儿当入樽》，系咪？系啊，系木花道。冇错，咁你有冇打开篮球嘅？如果系好细个小学，我谂二三年班有打，你都好高啦。咁其实你唔打篮球都好嘥咯，同埋个身形。唔系啊，踢波依家啲人好高噶，唔系嗰啲米六噶啦，已经。set of stereotype， 系啊，唔好咁样啦。做咩啫？如果你叫而家听众即系踢紧波而又唔系十分高嘅人，你叫你情况点样听？我对佢听众对唔住，我都系咁讲嘅啫，唔系咪有心攻击你哋嘅 ？OK。但系同埋你系有自己嘅啲健身嘅训练班系咪？系啊系啊系啊。我同我个细个踢青年代表队嘅朋友，佢都系踢波嘅，佢依家仲有踢波嘅。咁我哋两个。仲有其實另外仲有一個嘅，咁但係佢依家飛走咗。咁我哋兩基本上我哋幾個人啦，咁啊成立咗一個叫 Fitness Cross 嘅嘢。咁就基本上都係一啲户外訓練多咯。咁我哋自己會準備啲器材啦，可能我哋依家就會喺某個公園入面度定時定候咁有啲訓練班咁樣咯。係咪先街頭健身咁樣？我諗唔知，如果街頭健身，可能好多人就會直接 relate to 玩單槓啊、人旗啊嗰類，即係 muscle up 嗰類。咁我就唔算，我純粹係户外嘅健身，但係我器材都係用 kettlebell 啊或者 barbell 咁嗰啲嘢咯。
咦，听你咁样讲嘢，好似好有自信咁样，即系明明一开始以为你系啲尴尴尬尬咁样。唔系，我入咗嗰个 sales mode， 即系我讲解讲解我嘅做紧嘅嘢咁，我都成日同人讲呢啲嘢，咁我做。哦有一套咁講咗出嚟，點解咁講呢？因為咧，話説我就之前睇過有條片咧，就係、是、人哋訪問你啦，咁就話你就同人哋講就話、啊、你覺得自己係冇乜自信嗰啲人嚟嘅，咁我就好想知啦，因為你而家 present 出嚟，你就好自信嘅。我好自信咩？啊，你好有自信、啊，我自在啫，唔到個自信。哦，咁你覺得即係你而家喺幕前俾人睇到嘅個樣，同你私底下朋友覺得你嘅嗰個樣係咪一樣噶、嗯？我覺得差不多啦，因為我又唔會好。好刻意去做多一个样出嚟，即系一个 come low 或者点嘅样子。我觉得我做得唔好，做嗰啲角色，同、埋我不如倒不如做下自己算咯。咁所以 come low 嘅角色，即系啦。咁有啲人做嘢，唔好话做咩个行业啦。咁样做嘢总有做嘢个样子，即系做完嘢又有另一个样咁。咁我觉得我就比较近嘅，咁点都系一定有分别噶啦。咁但系比较近嘅，咁、那个日子又舒服啲咯、即系无论做紧嘢或者休息紧，都会舒服啲。点样讲呢？因为我哋而家眼前呢位业余足球员咧，其实而家都半只脚踩咗入娱乐圈噶啦，咁所以就想知佢个样子，面有难堪咁样，点解咧？我纯粹觉得算唔算一只脚啫，半只咯，都一只手咯，咁样好冇？好，四只脚趾咯 ，OK 嘅。咁你觉得喺呢一个嘅世界，同你譬如以前一路认识嘅运动世界有冇好唔同咧？定系其实都差唔多？我其实觉得差不多，因为。运动都唔系所有运动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啦，即系你尤其是你一做幕前嘅嘢，其实你系要一定要耕耘噶啦。但系你有冇收获就真系好睇你天时地利人和咯。咁同你我谂我踢波其实差不多，即系有时哇我死练硬练嘅我唔通嘅啲嘢，咁都系唔得噶，一样啫。我哋又翻去踢波呢度，佢觉得你而家踢波同你以前嘅踢波个心态有冇唔同咗？我细个踢波就个心态都衰，系都系噶，都系噶，都衰教咯。点样衰教？都系要衰教，即系会觉得诶、踢波啫嘛，咪踢咯。咁我唔会话抗拒，但系我可能细个会拣波踢。拣波踢意思即系睇下啲对手系咪正嘅先至。系啦，即系嗰啲无无聊聊，唔好去啦，咁嘥我时间咁样。因为细个系，因为咧细个又踢紧好多队啦，咁可能基本上一个礼拜可能都枕住有最少都三日踢波咁样。咁啊唔使做嘢嘛，就系翻学啫嘛。咁啊踢波变咗哇，好我好大部分啊。咁到你大个咗嘅时候，其实原来踢波机会会渐渐因为你其他嘢取替咗个，即系、我要翻，我要做嘢，我唔能够唔做嘢走去踢波噶嘛。系咁有好多嘢啦。咁变咗，其实大个踢波可能一个礼拜踢到系调翻转踢到三日已经好开心啦、以前就三日系基本起跳啦，即系多到唔想踢咁样。咁所以依家就变咗，同埋年纪会大啦，咁自不然都有少少啲身体问题嘅，但系唔系好多，我算唔多嘅，咁啊都会珍惜有一踢波日子，咁所以会有一踢就踢咯。你会唔会想迟啲可能考下啲足球教练牌啊嗰啲咁样？唔迟噶啦，我都唔考噶啦，应该要考一早考咗，佢都搞第二条路啦。唔系，因为我纯粹系我中意踢波，但系我觉得我唔中意教人。嗯，系啊，因为有时你健身教练都系教人噶。我健身教练唔同啊，健身教练教嗰个复杂程度，我觉得同埋人哋容易理解，即系我同佢觉得，喂，我教到你，你有机会好大部分都接受到。嗯。咁但系如果你教踢波，可能我教紧小朋友，我教佢跑，教佢行路啊，咁通，即系佢，我会咁谂咯，即系我可能我踢波，我想踢有个理念嘅，有啲嘢想做嘅，唔通我同你喺度传下波，咁我觉得。我唔对咯，即系我教可能教翻啲大少少，可能教可能高中嘅，咁可能会我会投入啲咯。教翻你 friend 踢咯，教嗰啲你觉得佢唔好劲嗰啲人踢。唔好，嗰啲唔好噶啦，唔会听噶啦嗰啲。但系佢即系系啦，头先我反而好想知佢娱乐圈呢样嘢，但系点解你会突然之间会走咗去呢边呢？哦，好似我平时个人咁，我都冇乜 planning。其实都好冇 planning 都系一个冇脚嘅雀仔 ，go with the flow 啫。系啊，因为其实就系、是，正如我踢波都冇话要踢职业咁，但系纯粹踢下踢下，咦，好似有机会喎，咁咁解咯。咁嗰阵系毕咗业啦，又唔知做乜啦，因为我读啲科又嗰啲 general 嘅 degree 咁样，即系冇乜技能嘅其实。咁啊，碌下碌下咯，之后诶翻个长工嘅，即系翻下写字楼，好无聊，咁啊觉得好冇人，咁然后又。因为其实我不嬲嗰阵，我谂十零岁啦，开始就有枕住人叫我去试下做啊幕前做 model 嗰啲，咁我觉得我真系冇谂嘅，咁个钱我又唔系好紧要，咁话唔好，我净系踢波，唔好搞咁多无聊嘢，即系我觉得好烦，成日抛头露面咁样。
即系唔系好中意呢啲咁样嘅活动。咁但系大咗啦，唉冇啦，咁啊生活艰难啊嘛，咁啊开多条饭数。喺我嗰阵有段时间做下 part time 咁，冇咁翻长工就，不如我去 apply 下做下啲 modeling 嘅嘢啦，咁样咁就。我想你系碌下碌下咁啊，自己去 apply 咗嗰度嘅，自己 send 咗，即系 send 求其影啲相 send 过去。哇，几好啊呢样嘢。系嗱，咁大概听众可以知道，King Lock 系一个即系外表系一个点样嘅嘅人啦，即系好难幻想啊，大佬。求其 send 下相就做咗 model 啦。都唔系噶，都剪完头发，叫发型师 gel 个头先影。我发觉你把声咧好有磁性啊。同埋咧，你咬字咧系劲清晰咯。哦，因为细个咬字好唔清晰。即系你系因为咁而去改去学？会觉得诶，有时捋下捋下咁。咁磁性就唔知点解系呢几年先开始。sorry， 佢天生突然之间就系好发声，发声会变噶嘛？系。啊！頭先我哋講嗰三樣形容你嘅，除咗足球啦、電競即打機啦，同埋仲有一個電單車，電單車又係你嘅興趣嚟嘅。電單車係哇好都得意嘅，因為點解會中意會想揸電單車咧？係因為當時去旅行咁嗰陣去泰國嗰陣好興味，求其租架綿羊仔就嚟噶啦。係啊，咁諗住咁男仔係咁噶啦，乜都掂噶啦，到時唔掂咪揸住學咯咁樣。咁當時車住當時嘅女朋友咁樣，咁我點知即一條其實冇問題嘅，但係兩睇啦，冇錯啦，揸咗我諗100米嘅唔夠嘅路程就上條暗車。肥唔够油喎，咁啊留后啊车，咁啊留后惊啦，咁啊架车冧啦，咁啊女朋友夹一夹到只脚咁啊，咁又尴尬，都好尴尬，最尴尬执起架车啊，即系绵羊仔右手臂右嘅，咁啊执架车有翻重量，咁一拎咧个手腕自然扭起啊，咁就会喜剧咁啦，我人就拉住架车，架车喺度跳咁样撞，即系撞烂咗佢个。车头块嗰块灯嗰块玻璃咯，哇！我嗰啲去垦丁，同我 friend 去垦丁就系咁类似啦。咁还车嘅时候咧，就要架车烂翻铺头啦，跟住佢一开 break， 跟住一夜 boom 咁样整个玻璃门，跟住个老板就不要不要，跟住即刻一夜我拱开我个 friend， 我 friend 就啪咁跌咗地下咁样，跟住嗰个电单车同个门咧系好近好近，哦、即系唔系成架车弹咗佢个门度？唔系啊，系自己 boom 咁去。你咁你嗰日嘅电单车咁样反应之后，你女朋友有冇？好嬲啊！就梗有啦，梗嬲啦，唔识揸就唔好行揸啦，咁样即系唔好嗰啲又即系牙斩斩又都做得掂嗰啲就唔好咯，咁样。所以跟住翻到嚟，你就决心要学电单车啦。冇错，立志。即系我觉得我冇话当时谂住一定要揸嘅，纯粹觉得哇冇理由我搞唔掂啊嘛，即系觉得自己冇理由搞唔掂啊嘛，咁啊就去考咗个牌咁咯。咦？咁呢个应该都系你做人啲座右铭嚟，即系冇理由搞唔掂喎，所以就咩都试。哦、你帮佢作咗个座右铭，喂，唔系，系冇 positive 成件事，唔系自视过高咯，主要系，又唔可以讲我自视过高嘅，有自信咯，有自信咯，做到咪有自信咯，做唔到咪自卑咯。你个人都几搞笑啊！对我还好还好，我觉得都几好。呢、這个录音有令到 King Lock 嘅呢个搞笑嘅一面出咗嚟啊！因为平时睇佢啲宣传片嗰啲，好似都比较正经啊，尴尬嗰啲假噶，唔好睇啊！头先又话，头先又话一个样嚟嘅，最上镜先生嚟噶嘛？人哋系啊，系嗱，临尾就嚟完都要提一提嘅，系啦。我哋今日嘉宾咧系最上镜先生，咩最上镜先生？不如你自己介绍下。哦，咁我喺2019年嘅时候咧，咁就代表香港参加咗一个叫全球先生嘅一个比赛啦。咁你可以想象成系男性嘅选美咯。嗯，系啊，咁我就咁啱就喺个比赛度有个奖项，咁又叫最上镜先生咁样。但系点解会有幸去参加呢个比赛啊？冇啊，纯粹系香港冇乜人玩咯，就自己碌下碌下，自己就掉咗去。我其实唔系嘅，咁啊喺2019年去啊嘛，系啦。咁我当时我自己咧就2018年我就转咗做freelance， 哇，先四年嘅原来，我又好耐添。自己讲经历咗好多咁系嘛，都真系都叫好似几好似好耐嘅事咁。系咁之后觉得啊，2018年好似好大转变，可以做咗 freelance。咁然后咧，适逢2019年咧就冇咩好做咯，即系谂住转咗 freelancer， 谂住我自己做网前嘅工作时间多咗啦，应该会好啦。因为当时转可能嗰排好似好多嘢做，好似可以分过去咯。咁但系又其实实际呢嘢真系好讲你际遇啊咁样，咁又冇乜起色啦。咁啊，有人咁啱问起我，其实佢攞住个 brand 啦，就全球先生香港区咁。咁嗰个人就係第二次先问我第二次㗎啦，已经嗰第二次先应承佢嘅，基本上我都冇乜点样諗嘅，或者应承我啊，好我去玩下啦咁。跟住就成功咗啦。唔系都要出下力嘅，都系。
好彩咯，又系。你嚟紧会唔会都系继续秉承住呢个随心嘅心态去继续你嘅事业？心态就应该都系 keep 住随心噶啦，咁但系可能准备上就努力啲啦，即系准备多啲，咁随心都要啲随到你先把握到噶嘛。嗯，都有道理。好似去咗嗰啲玄学嘅各方面嘅嘢咁样，佛啲咯个人，佛系系咪？佛系人生，佛啲。好啦，咁今日多谢业余足球员啦，仲有电竞选手啦，同埋呢个梦想，系啦，King Lock郑景乐上嚟同我哋倾偈。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喺 Instagram 度 search 佢，咁你可以睇到多啲佢做 model 嘅时候影嘅相啊，或者去拍嗰啲片啊。佢 IG 系乜嘢咧？我叫 King Lock 啦，咁 IG 都系 King Lock。KINGLK 系啦，多谢晒 King Lock，thank you 晒，多谢你，拜拜，拜拜。